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今天的稳操胜券节目。那当然台股的一个大盘啊，连续上涨了三天。好，那所谓的啊，这个大盘连涨三天，这个散户啊，这个不请自来啊，不请自来哈。那当然这个最近啊，参加严老师会员的人数啊，呈现所谓的爆炸性的一个成长哈。那严老师这边还是要非常感谢啊，我们这个运通财经台啊，所有的观众啊，非常支持严老师啊，非常支持严老师。严老师还是要这边跟大家说一声谢谢哈。那未来的操作啊，老师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，希望说能够帮大家啊，这个创造这个更大的一个利润哈。好，那你最近的盘市里面你会发现，老师啊，这个按照开盘八法，一点高盘常常会过高。老师昨天开出来盘是一点低盘，早上十点钟以前有往上涨七点，这盘势还是上涨，包含今天，好，今天的大盘其实它是开低的哈，一点低盘承接盘，十点钟以前拉上平盘七点，尾盘啊有开始补量上攻，尾盘上涨啊62点，连续三天的一个大涨，总共上涨了260点哈。那当然，投资人现在大概是比较关心，老师这个成交量为什么都没放大？其实说你如果说长期的关注严老师节目啊，量价结构的部分我讲的已经非常清楚了，大盘开始在整理的阶段啊，开始在所谓的量价结构的一个调整，它成交量不需要放大，目前为止1500亿就够了哈。但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啊，今天是11月2号，啊，11月2号，那投资人等这个讯号等真的很久了哈。那我相信啊，大概你上次有来到演讲会的啊，还是说你有老师的著作里面，老师都交代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讯号，叫做均线黄金交叉。好，来看一下哈，这电脑萤幕啊，来我们来看一下哈，黄色的部分12921点，好，它是6日均线，啊，绿色的部分它是13日均线，叫做12914，目前为止正式的看到黄金交叉，好。这个叫做一般散户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准则，这个叫6日线黄金交叉13日线。但是，身为职业操盘手啊，身为顶尖的啊这个台股的一个分析师啊，我在之前告诉大家，13000点以下，它就进入到所谓的超跌区啊。但是你们老师跟你讲，放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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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会大跌会大跌，这边讲了将近10个交易日。哦，我觉得这是错误的一个示范啊，哈，那别人犯错我们不要去犯错啊。严老师今天向空方挑战啊，向空方挑战，我认为这个大盘未来越接近11月26号选举，这个行情它喷的啊会越快啊。你千万不要说现在去放空哦，我先讲哦，现在还没有进行所谓的轧空手跟轧空头哦，你不要呆呆的，你知道不知道哈？你认为这国安基金也好啊，这个什么，对不对？劳保什么退休金啊，这个最近亏损啊，那是一个障眼法，对吧？骗这些放空的啦，去放空啦。哦，你真的你去放空，你把你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，有赚钱的公布一下嘛。啊，你赔钱的你也可以公布啊，反正分析师就是要诚信啊，好不好？当然，我们今天有两通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简讯，还有之前送给大家的一个资料。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啊，跟大家来做出一个验证哈，还是要提醒大家拿出你的勇气来，明天开始啊，积极操作，明天开始啊，全力的啊来做多单的一个部件哈。那先来看到今天非常重要的一通简讯，严老师的会员非常的兴奋啊，他可能参加一个老师啊，也从来没有看过哦，啊，好像还不错的一个分析师啊。之前遇到的一些可能都是普通工呀，不然就是对不对？牛年吹牛，虎年虎烂的一些哦，对不对？分析师啊，哈，真的能遇到好的真的不多了哈。好，但是要按照我们的纪律啊来做出一个操作哈。那当然，严老师今天呐，啊，你只要怎么样跟我们联络上，我们未来有一档标股就是这个东硕的接班人啊，我们明天准备开始要布局了哈。那如果说，啊，你对于这个东硕的一个涨幅，啊，如果说你有兴趣，类似像这种股票啦，啊，你有兴趣的哈，严老师非常欢迎，
四个字啊，请大家一起共襄盛举，啊，共襄盛举就这四个字，严老师竭诚的欢迎大家。好，来看到今天第一通简讯哈，来，这是什么样的简讯啊？这通简讯叫超级简讯，你有没有看过？在早上9:01，有一个分析师告诉你，你手中的股票，你手中的股票啊，连续哦，又连续哦。一根停板是没有连续啊，两根停板叫连续啊，三根停板叫做连续又连续啊、哦、你大概没有看过这种简讯啊，这老师没有抠错啊，这一档股票连续又连续，连一次再连一次，又亮灯涨停板，我没有叫你卖，持股续报波段操作，买卖时阵会甲你通知，通知这级会员，单股会员人数非常多哈、哦，来，谢谢合作。你参加这种老师，你会不会觉得说，啊，心里面会有小确幸？我问你啊，会不会啊？一根停板就是10%，两根停板就是20%，啊，如果说你有办法拿到三根停板，啊，安尼你报仇啊，你知无？你安尼报仇啊啦，啊，有做的人啦，你知无？啊，买一张，买两张的吼。嘿哦，就加物质，你知道不？买上少啊，你知道意思不？啊，有时候胆子要放大一点，好不好？啊，老师鼓励大家哈。但是看电视的投资人不要去追价，好不好？拜托拜托。啊，我们这个仅供参考，我打给参考了。啊，第一通简讯，第二通简讯，来看到哈，11:42，来特别会员，啊，这档股票涨多少？涨59块，起59块啊。价差59块啊，亮灯涨停板，要不要卖？不用卖，持股续报，谢谢合作。啊，今天啊最强的就是这两档股票了，另外一档股票我不大方便公开了啊，我认为这个是会员的权益啦，好不好？但是送给你的资料啊，我们今天来验证一下，好不好？来哈，这档股票应该大家都认识了哈，今天又给你画上一根嘛，叫东硕啊。啊、哦，叫东硕。那今天打开要哪一档？是不是第一档？啊、哦，第一档先不打开，为什么？第一档今天涨8%，8%多啦，哦，快要涨停板了啊、哦！但是老师不打开，我认为涨停板打开啊、哦，老师比较有面子啊、哦。如果说明天没有涨停板，对不对？明天只要再创波段新高啊、哦，老师即将会在本节目这个下午的频道啊、哦，3:30到4:00的节目频道里面啊、哦，我就打开给你看。今天只有涨8%啦，我就不要开，好不好？今天我开这支啦，这支今天亮灯涨停板，好不好？来，导播拉近哈，来，毛利率47%，盈利率30%，本益比8倍的股票在低档区拉回，你要不要动作哈？你自己考虑一下了哈。资料是10月21要送给你的，啊，那你要记得哈，来，大波段操作，底部起涨找买点哦，大波段操作，涨价有机会涨到明年初啊。现在11月、12月可能会涨到1月啊、哦，这样股票、哦，我打开来你不要追哦。我现在是跟你讲，你有拿到资料，我跟你核对哦。第一档股票今天涨8%，收盘再创波段新高。第二档股票今天亮灯涨停板，底部起涨。第三档股票不断的涨停板，在本周是冠军，没有错吧？哈、哦，现在一进到底，我直接给你看，来4966的普瑞，来4966的普瑞，今天有没有亮灯涨停板？来看一下。有了哈，还锁了2000多张了哈，可以交代了哈，哎，拿到一份资料是有用的资料，啊，不是拿到那种没有用的资料。你拿到没有用的资料，你干什么嘛？你拿到资料对不对？你随便买，低档区你随便买，这一档股票连续涨停板，这档股票今天涨停板，这档股票今天收盘再创波段新高，涨8%，明天再创波段新高。老师打开给你看，老师给你打开给你看的时候，红不让，全雷打这三只。啊、哦，这三支全雷打啊、哦，从10月份有机会直接飙到11月哦，有机会飙到12月哦，哈、哦，慢慢看，啊、哦，那当然这个投资人现在要买股票，要买什么样的股票，你要想清楚哈、哦。今天最强的标的是什么？电子股，电子股里面什么 ？PCB 族群，包含 ABF 载板，载板三雄里面，南电、锦硕，包含星星，今天都再创波段新高，啊、哦，都再创波段新高哈、哦。我认为这三档股票只是底部起涨。你真的不用卖，好不好？你真的你不要卖，
甚至说你没有办法看盘操作的这三只股票，拉回的时候你可以注意一下。但是你今天看哦 ，PCB 来的熊强，今天最强的，第二名就是什么 IC 设计。也就是说你现在要从 PCB 里面去找这种底部起涨开始转强的，你要去找 IC 设计这种底部开始翻转的，这个就是大家在11月份，好，想要反败为胜啊，其实最好的一个机会哈。我们先看到这档股票哈，这档股票是底部起涨的，我第一个跟大家确定，第二个是什么？它即将要喷出去了哈，所以说今天的一个开盘在44.35元哈，啊，当然有人会去做动作了哈，直接亮灯涨停板，在9:30的时候直接亮灯涨停板哈。我先讲一个观念，叫做布局，任何的股票都要布局，买在发动点，布局成功之后，未来才有机会收割。好，这是属于一个逻辑上面的一个观念。好，股票不是去追。股票也不是去看基本面，我在看基本面哈，你猜对了很高兴啊，啊你猜不对嘞，啊你去买那什么台积电对不对？基本面很好啊，有赚钱吗？没有赚钱嘛，啊股票真的取决在谁的买点跟卖点哈，买点对，发动点买，才能够大获全胜哈。那这档股票我们会员有的哈，我们在节目里面讲的会员有就绝对有，没有的话下台一鞠躬哈。来，开盘价601块，来，直接拉到涨停板，好，直接拉到涨停板，价差的话超过接近啊，股价高一雄了。买这种股票的话，你就是要做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机会的话就是会赚到钱，好，就那么简单哈。那当然有人现在想很多啊，啊，老师这个哦，这个通膨效益，老师这个升息，啊，老师这个乌俄战争还在打，你想一大堆，真的你赚不到钱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想太多了，想太杂了，你没有专心，你的，你没有专心在这个台股里面的研究。今天11月2号，我之前在上个月的演讲会，啊，全省市场演讲会里面，我就公布了，啊，投资人真的看不懂大盘，你只要看均线，均线6日、13日线黄金交叉，买下去就对了，啊，买下去就对了哈，啊，不要想太多，想赚钱。不要想太多，想赚钱，你跟上我就对了，啊，跟哪一档股票？这支好不好？啊，导播拉近，你觉得这一支好不好？现在有人说它是妖股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它是妖王，对吧？它是妖怪里面的王子，它不是妖哦，它是妖王，知道不知道？啊，那种小妖，对不对啊？可能长一下子就没有。这种股票可能未来会变成妖王，为什么？因为券资比我算一下，快要超过30%了啦。哦，也就是未来可能还是有人看他不顺眼去放空他啦，那你要小心哦，他不是妖，他叫妖王。既然是妖王，你自己要注意的哈，哦，不要说老师都不跟他讲，我在你节目里面每天讲，我还跟你讲说业绩财报很好啊。对，营收是大成长的，有没有？在节目里面，有无？打刚跟你讲啊，啊，前面我就省略了嘛，3只看4只，每天看老师有没有再多一只，有没有做很重要，有做哦，来看一下，啊，有没有？跟你验证了哈，小型股送资料第三支，有无？我这是发给会员的哦，第三支里头加了一支啦。我看到哈，只两三啦，啊，今日这支嘛，甲你拍贵嘛，启停嘛，这第三支，来看下只，东硕亮灯涨停板，要卖会通知，有哪个老师会拿证据给你看？你真的啦，你参加那种老师有没有人在这个节目里面拿证据给你看？没有，每个人都胸口碎大石，每个人都很厉害，厉害的对不对？会飞天啦，还会钻地啦，还有每天涨停板跟那巴菲特一样，对，胸口碎大石很多啊，老师不会。我直接拿证据给你看，连送资料第几档我都告诉你嘛，啊，10月28号，有人说赚太多了要卖，老师你有没有卖？来看这边，老师有没有卖？老师没有卖，老师看到第6只，这边来，连续亮灯涨停板，再创波段新高，持股续报。啊，老师昨天你有没有卖？啊，昨天涨停板嘛，对不对？看到第六只啦，啊。老师拿证据给你看好不好？来，老师没有卖，
啊，一个老师非常诚信嘛，有卖就跟你讲有卖，我没有卖，听清楚了啊、哦！啊，老师，今天你有没有卖？我来不及卖啊，它一亮灯就涨停板啊，一开盘就涨停板啊，也没有打开嘛，那我为什么要卖？好，我正式的宣告哈，投资人，你在看老师节目，你千万不要跟单哦。好，我先讲哈，我要卖的时候，我没办法通知你哦。严老师的会员，你有简讯，老师要卖的时候一定会通知你。这个就是严老师对于会员的承诺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会员要保护起来啊。老师不要在上面一直吹牛了，我觉得不好了，真的啊，真的不好了哈。在见过严老师的人都知道，老师非常实在。啊，我们家以前是穷苦人家出身的啊。所以说我非常珍惜，啊，有珍惜的这个当分析师，或是说有一个上台，好帮大家这个解答这个困惑的一个机会啊。虽然我是非常珍惜自己的人啊哈，那我也对投资人是非常尊重，因为投资人可能在股票操作的部分啊，啊可能有一些缺点，啊我会尽量的尽到告知的义务啊，但是我也希望我的会员也好。那包含这个电视机前面的一些啊忠实的粉丝，啊，老师有些话跟大家讲，你必须要听得进去啊。你在股票市场里面，你的操作找不到好的股票，你的操作是找到一些不良的一些分析师的话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赚不到钱就算了啊，你可能还会赔到钱啊。啊，老师真的是非常关心大家，好不好？好，老师的节目哈，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？一样哈。那每天早上的话，连线的时间的话，一大早大概就是从三立新闻台啊，包含这个非凡五十八台哈，那大概每天都有节目了哈。要知道这个大盘未来走势啊，这个可以看一下哈。来，广播节目啊，六十九八，一到礼拜六每天的下午三点到三点半，运动财经台的部分哈，来下午的三点半到四点，好，承蒙大家喜欢的哈，可以锁定频道，凌晨的重播，早上重播，希望大家。好，希望大家锁定严老师的一个频道。现在要做什么？现在只要做这个动作就可以了哈。拿出你的勇气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可以出发，就可以赚钱啊！之前跟大家讲的金锐，我跟你讲，涨完了没？涨完了没？啊，这礼拜四的哈，这昨天的，涨完了没？这个今天的，啊，再创波段新高。好，你要卖的随时可以卖了，好不好？来到股价的一个新高161块钱呐、啊，啊，对不对？160，又有人在问说，老师会不会到200？哇，你猜？我知道，我一定告诉你啦，好不好？我知道，我一定会告诉你。好，这样子哈。那当然，这个明天要布局的这档股票的话，名称叫做东硕的接班人，好，他要去接东硕的班。那这档股票我们在节目里面，啊，我们不公开，但是今天，只要你扫描 QR code 有扫的人，你看得到。今天只要你打电话进来完成预约，留下姓名联络方式，明天，明天就是明天呐，啊，非常期待明天呐，啊，我们来共襄盛举，我们一对一的，我们会找助理来通知大家，好不好？但是今天麻烦大家一定要完成登记，有登记的就有，没有登记的非常抱歉，啊，你就自己丧失这个机会，好，但是你今天只要有登记的有报名的，我们一定会完成大家的一个心愿，好不好？好，先恭喜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金锐，金锐哈，连续亮灯创波段新高，有买有卖，好，先获利入袋哈，东硕再创波段新高，严老师的单股会员。啊，老师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电视机的会员千万不要去做出个追高的动作啊！未来要操作的股票就是这种的哈，底部起涨的，啊，未来可以收割。明天就是像这种股票了哈，老师会带大家去操作哈。那单股会员来恭喜哈，连续又连续亮灯又亮灯的涨停板啊，有指令叫你买跟卖，按照指令操作。特别会员来这支哈，去59块，啊，要卖会通知。好，今天给大家一个最特别、最特别的哈，老师最大诚意啊，看这边哦，啊，只有168，只要168，每一个人通通吃到饱，前面十位就是有专线服务，只有168，一年就一次的机会，你错过了今天，你就要等一年哈。
今天电话直接拨通，直接完成登记就可以了哈，不限名额啊，这个不限名额，只要打电话进来的，通通只有168，通通吃到饱，啊，前面十位有专线哈，那电话赶快拨好，还没有扫描 QR code 的，明天要共襄盛举的东硕的一个接班人，你现在可以直接扫描 QR code， 扫描 QR code 留下姓名、联络方式，明天早上发动点立即通知哈，今天168通通吃到饱非常重要哈。赶快拨打电话啊，非常重要！打电话进广告。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。手机扫描 QR Code，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，24小时帮您解盘。轮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就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爸爸，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？因为我们是知道啊。哦，我懂了，对方是干道，不管直行或转弯都拥有优先通行权。没错，只要设有停让标志、标线或闪光红灯的，就是知道，应让干道车先行。要是没有那些标志、标线或者号志呢？那就进入路口时，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，车道数相同，转弯车让直行车先行，两边都直行，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。知道让干道，安全最有道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哈，那刚刚电话非常踊跃哈，那严老师感谢大家扫描 QR code 的人，好也非常的多，代表说这个大盘连涨三天，好这导主长基本上开始有信心了哈，但是请注意哈，未来要操作的股票是从底部开始起涨的，包含明天这档股票也是全新的，好该怎么做啊？那从底部开始买，买进之后的话，中间啊你做加码也好。啊，未来创新高，你就能够赚得到钱哈。那包含这个达华斯的一个股票箱的理论，啊，老师都会实践在我们的操作里面啊。顶尖操盘法，啊，把所有大盘的一个趋势操作的一个模式，我相信我在我的操作里面都会跟大家，啊，来做出一个分享啊。那请注意到这档股票哈，这一档股票代号527的利凯 KY， 今天收盘再创波段新高，啊，那应该每一个人呐，都赚钱了。老师讲的有没有错？啊，这张股票有做，不是没有做。我希望说这个股票未来还会再涨，投资人应该都赚得到钱哈。那最新的操作啊，这个叫做铜箔基板，涨价题材，一根停板，啊，两根停板，外资站在买超，涨完了吗？啊，严老师持股续报，我直接讲，两根停板，老师持股续报，送给你的资料，打开给你看的时候，打开给你看的时候。就是亮灯涨停板，这档股票涨8%，我没有打开，明天一定打开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认为明天它还会怎么样，还会再创波段新高，好不好？那当然股票啊，不是用来追的，是用来买的哈。恭喜这个精锐，来今天创新高，我们的单股会员买到东硕的哈，来恭喜啊，你就大赚了哈。这档股票在未来也是一样哈，要布局才能够收割啊。单股会员来今天狂贺，连续亮灯，亮灯又涨停。特别会员来大基业哈 ，Kigo 在高科。今天严老师全新的要布局东硕的接班人，
全新的股票，欢迎大家共襄盛举哈。那今天开放168，只有168，每一个人通通吃到饱。前面十位有专线，等一下电话一定要拨啊，拨通电话之后啊，这个就是你的，没有拨啊，视同自动放弃。好，那拨打电话以外，还没有扫描 QR code 的，明天东硕的接班人要共襄盛举的，现在马上扫描 QR code。留下姓名跟联络方式哈，168一年就一次啊，机会难得哈。还没有扫描 QR code 的，记得赶快扫描。明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共襄盛举，我们明天见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，打败懒得动，动不动就爱水蛮牛。轮名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速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